免费提供职场法律援助，有兴趣的可以到里面看看。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你好，我是齐斌。好，齐律师，谢谢。先回去。嗯，拜拜。公司的简介你看过了吧？嗯，看过了。我们呢是专门为职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的，这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嗯，是这样的，我公司的领导和我爸年纪差不多，他总喜欢摸我的鼻子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性骚扰。这要看你领导的主观意图是什么，是否还有性动机，你受到这个行为之后的感受和反应。如果说你有任何心理上的不适，那这就是性骚扰。他有什么动机我不清楚，但我肯定是不舒服的呀。他又不是我爸，但他是领导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告他吗？你有证人吗？证人？我没有。那他还有类似的行为吗？我现在最怕在公司和他撞见，我们公司特别小，我和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特别尴尬。这样，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可以提供给你参考。嗯。第一呢，就是避免跟异性领导长时间的共处一室；第二，就是面对性骚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态度明确，一定要坚定。又比如说，你的领导摸了你的鼻子。如果你当时的反应是明确的拒绝的话，那我相信你的领导也会清楚你的立场，也不会再对你进行骚扰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，保持工作上的独立性，不要让对方有机可乘。嗯，无论任何人，只要他的行为让你觉得不适，你就永远有说不的权利。嗯，我男朋友他竟然会怪我，他说是因为我上班时穿着太过于性感，所以才导致这样。我觉得挺委屈的。我的建议呢，就是作为职场女性，在公众场合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个人形象，啊，衣着是不太适合太暴露或者性感。我们既要谴责那些不良人士，还有一点就是要保护好自己，对吗？不好意思，齐律师，我打断一下，我想请问，法律是如何界定衣着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暴露或者性感？这种暴露和性感又是根据谁的感受来作为依据的呢？法律无法界定人性的诸多问题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减少伤害，保护自己。难道不是因为长期以来，舆论总是将女性受伤害的原因之一归为女性自身不检点，才导致于到现在还有这样的观点出现？男性骚扰女性，一定会有人质疑，是否是因为这个女性本身有不雅之处？这就是典型的荡妇羞辱。这位小妹妹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做错的是那个糟老头子。如果你的男朋友因为这个事情而责怪你，这种男朋友不要也罢。如果那个糟老头子他还敢骚扰你，你就抽他，让他记住一辈子什么叫为老不尊。你要让你们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。姐，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我的建议还是不要使用暴力，这样的话容易给对方留下把柄。那可以告他吧？那你就告他，不用担心律师费，有大律师无偿法律援助。当然，我们德龙伟盛会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，有任何事情就找我，我们律所有24小时咨询服务，这里有电话。小心台阶。还是律师会说话。我想西亚集团应该不存在性骚扰吧，至少男性对女性不可能。西亚集团80%都是女性，算是做到男女平等了。
但是这80%里，都是中低层。西亚集团董事会自成立以来，只有过一位女性成员，这算不算性别歧视？一说到两性话题，你就像个斗士。当今世界，需要这样的斗士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不必了，我晚上还有事情。关于职场女性的两性话题，我还想向你讨教。就算是斗士，也需要吃饱了饭再战斗吧。我们下一次的主题是职场霸凌，你有兴趣参加吗？好啊。我想在西亚，性骚扰是不太有可能的，但是职场霸凌应该不可能没有吧。你话里有话啊。我早就听说西亚有个女魔头。如果我要是个魔头的话，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女字呢？我相信我做的这些事情，换作是任何一个男领导，大家只会视而不见。那如果艾米是个男员工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当即开除我。不给他时间反省吗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并不是歧视男员工，只是这个社会本来给女性的机会就不多，我并不想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刚走入社会就被毁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0个男人，99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，那也无所谓。只要我能帮助一个女孩，够了。99个男人，那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了。开车了吗？女司机喝酒不开车。我没有歧视女司机的意思啊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团队综合调研了这几家月子中心，软硬件设施全部达标的，只有上面第一家。不过是否盈利尚不清楚，还是需要你亲自去看一下。我会的。不过我们董事会真的要收购月子中心吗？具体还不清楚，不过你的判断很重要。小总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谢谢，来，快请。啊，小总，我先带你啊参观一下我们月子中心。好。这是专家咨询室，这是我们的签约室，来这边请。这片区域呢，就是我们宝妈的一个休闲活动区域。你看我们这儿环境怎么样？环境是还不错的。我们呢，诚挚的希望能够和西亚集团合作呀。您放心，
我会如实的向董事会汇报在这里的考察情况的。谢谢。啊，哎，这边请。这些妈妈们一住住一个月，也不能出门，她们不闷吗？怎么会闷呢？你不知道啊，当了妈妈以后啊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妈妈们呀，生活很充实的。宝妈要是一旦回奶啊，选择什么样的配方奶粉就特别重要，尤其它的成分啊、配方啊这些方面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吸收。小总，这就是我们的护理主任李美格，非常厉害呀。他会亲自手把手指导啊新手宝爸宝妈怎样护理宝宝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宝宝喝完奶以后啊，你就把它这样轻轻地竖起来，然后哎搭到肩膀上，身体稍微往后倾斜一点，然后这个手这样拍他的后背，这样把气格就拍出来了。你看他靠在我的肩膀上啊，就会很有安全感。啊，原来这才是抱小孩的正确姿势。我以前一抱小孩，小孩就哭。那当然了，抱孩子是有技巧的。来，你再试试。哦，不，不用，不用，谢谢。没事的。哎，你按我说的做，他不会拒绝你的。哎，你看多可爱呀！这个手再抬高一点，让他的头放在你的肩膀上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口水了，多可爱呀！好了，不用送了，留步吧。啊，那肖总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嗯，肖总，外面挺冷的，把衣服穿上吧。啊，小婴儿的口水不脏的，很干净。下次见。大夫，哎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肖经理。对了，恭喜你跟娇蕊喜得千金。谢谢啊。娇蕊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她挺好的。你是来看月子中心啊？刚好我们集团会跟这家月子中心合作。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拿到好价钱。不用了，我妈跟娇蕊她妈都过来了，能照顾得好。两个妈妈都来，这不把你太太给逼疯了？我前两天本来想请个月嫂的，结果前两天哪能请到啊？现在的月嫂都要提前半年才能请的。是啊，要提前半年，现在终于知道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娇蕊要来吗？不用。我不想把我的老婆跟女儿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交给一群陌生的人。有时候陌生的专业人士可比什么都不懂干着急的亲人要强。什么叫什么都不懂干着急的亲人啊？婆婆和丈母娘是不能同时出现的，这是常识。你让两个妈妈都来照顾，这是很愚蠢的。是啊，我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，还需要一个不生孩子的人来教给我？
莫大夫，我只不过好心给你个建议，帮你解决问题。宝洁啊，我不是真的想攻击你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有的人就算要孩子，他也未必能负得起这个责任。我收回我刚才的建议，我真是觉得陈鸟儿可怜。 找找产科同事，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如果月嫂实在不行，咱们请个有经验的护工也行吧。小明啊，说什么呢？请什么月嫂啊？只有你妈，我有经验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人能带童童，不许请月嫂，家里不许有外人。是是是，妈，您最有经验了，童童也最喜欢您了。那是。 我孙女儿一进来呢就笑，一离开我呀就哭得哇哇的。小明，月子中心除了价格高之外，普及度也不如月嫂。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离自己比较远，尤其是针对男性，可能一时难以接受月子中心这个概念，需要宣传推广。但是我认为，女性去月子中心会是大势所趋，因为在专业的环境当中，宝宝也能得到专业的照顾。 新妈妈也不必忍受那些长辈的打扰，可以更好的休息。这是解决家庭矛盾很好的一个办法，各得其所。这是你的想法啊，大部分的女性还是需要整个家庭的重视的，尤其刚生完孩子，她们需要家人的关心。可家人的过度关心，其实会给新妈妈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的。当这种关心并不是新妈妈所需要的时候，反而会造成误会。 激发矛盾，导致新妈妈心理抑郁。师哥，能看得出来啊，这些孩子是真心喜欢你。 哎，对了，师哥，嫂子这会儿是不是还坐月子呢？那你这会儿出来工作，这也太敬业了吧？不是我敬业，啊，是在医院比她加有成就感。丽丽，你进来一下。 进来，小燕姐，你找我？丽丽，你把 EDS 的项目图纸给我一下。这个项目之前一直蕊姐抓的，她之前跟甲方签了保密条款，应该带回家了吧？所以你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李总。 EDS 那个项目，之前一直是陈娇蕊的团队在做。我想等她产假回来之后，让她继续做。那个项目，不就差一张方案图纸了吗？那张图纸陈娇蕊带回家了。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了，你找个人去她家拿一趟。可是这个项目，以前一直是她亲力亲为的，让她有始有终，不好吗？ 是他自己中途放弃去生孩子了，我不认为他是放弃。这事没什么好犹豫的，你现在是他的领导，不管是他做还是你做，这个项目的成果都属于你和你的团队。老大，
给我准备一个母婴大礼包，要个顶级配置的。是要见土豪妈妈吗？要真是客户就好了。是很难对付的人。嗯。竟然还有让你觉得难对付的。带上我，给你装上点。想混是吧？我错了，我去忙了。老大，再见。那哎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啊，给不足月的婴儿吃蚝油，不是你没文化没常识就算了，还整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人啊，最可怕。你跟他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，脑后反骨，好可怕的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气死我了。你说这个小明也是的，让他找个月嫂，就是找不到。天天忙，我看他是故意忙。上班多轻松啊，在医院里面，肯定的，那一群人围着他，把他当救世主，都求他治病。在家就不一样了，嗯，你天天哭，孩子天天哭。还不当儿科的逃兵，他这不是当了家庭的逃兵吗？他到医院里面去喘气去了。你呢？啊？你想喘口气难了吧？好，这吧，这就是女人。电话，哎，垃圾广告，现在没人找我。恭喜你啊，有宝宝了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当妈妈很幸福吧？我一会儿可能会路过你家附近，想代表公司去看看你，方便吗？谁啊？生孩子都半个月了，啊，才想起来要来看你啊。真不错啊！快请进。老公，客人到了。哦，这是给你和宝宝的礼物。真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我要换鞋吧。啊，都可以。嗯，真不巧啊，宝宝刚睡着。没关系，我不是来看宝宝的，我是来看你的。怎么样，休息的好吗？我挺好的。来，就是家里人啊，天天看着我，这儿不让坐，那儿不让干的，天天把我照顾的，快成一个废人了。一家人都宠着你，真让人羡慕。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公司了，在家待的都不想回公司了。公司也没有位置啊。那怎么可能？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欢迎。你能代表公司？我代表我的部门欢迎你。娇蕊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啊，这是我妈妈，我同事肖烟。阿姨好。你就是肖烟啊？久仰大名。阿姨。
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有两家美容院，欢迎来体验。谢谢。陈院长。行了，陈院长，快坐下来说吧。来坐。嗯，肖燕看上去你挺好的，状态挺好的。谢谢阿姨。肖燕是代表你们公司来看你的吧？那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的。他是来找我要东西的，要我的劳动成果。那你既然这么不想见他，就跟他说你不在家不就完了？我在家坐月子，我能去哪儿？那你也可以说你不方便啊。一会儿他来了，让你妈抱着孩子进卧室，不许出来，一步都不许出来。不，我有点不理解，现在这个状况，你这么难受，你干嘛非得见他呀？想看我笑话？做梦！啊，听说你是焦蕊的领导啊？公司结构调整，我的团队和焦蕊的团队合并了。啊，哎，原来你们两个人是平级吧？一下子就当领导了啊，好厉害啊你！妈，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萧燕不是一般人。焦蕊的工作能力也很强的，只不过她需要平衡工作与家庭，作为职场女性，确实吃了点亏。来，吃点水果吧。我女儿就是吃的怀孕的亏。那倒也不是，娇蕊现在多幸福啊，有莫大夫这么体贴的丈夫。喝水。谢谢。哎妈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彤彤？啊，好啊，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啊。老公，啊，你别站着，过来坐。啊。他坐月子都这么美，你这个做丈夫的压力不小吧？啊。对了，丽丽给我发了你们新项目的策划案，说让我帮忙给看看。丽丽倒是挺上心的。那个新方案我看过了，确实，生没生过孩子还真的是不一样。你可能不懂新妈妈的刚需是什么，其实啊，整个的状态呢都是很甜蜜、很幸福的。混乱嘛，当然会有一点点。但是比起初为人母的骄傲和自豪，那些小小的烦恼都是甜蜜的负担。好像孩子醒了，你们不需要过去看看吗？有姥姥和奶奶在呢，够了。焦蕊，彤彤饿了，都哭了半天了，要不你给他喂喂？我不都喘了奶了吗？喘了奶，这孩子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死活不喝瓶里的奶。要不你回到房间里给他喂喂呗？啊！我同事在呢。阿姨你好。啊，那让同事等会儿啊。哎呦，好了，那个咱们先进去，咱们先进去，不管那个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屋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还等什么呀？这孩子哭半天了，你赶紧吧。
起来，你行了，快快快快！这么当妈的吗？现在孩子最重要，他想什么呢？太自私了！你看他这……行了行了，妈，要不你先做饭。行行，我一会儿做，我歇会儿去。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我拦了，我拦了，他的力气大，我拦不住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彤彤也真是的，啊，你说这奶瓶死活不肯喝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也真是的，你说，哎，小明说的真是对，你自己都够狼狈的，你为什么要叫人家到家里面来啊？你说别人就算了，还硝烟，你活该，你让人家看笑话，你在这儿。我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看看人家硝烟多好，活得多明白，不生孩子，漂漂亮亮的，对吧？你坐在那，就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，你不生孩子，你跟她是一样，平分秋色，平起平坐，你一生孩子，整个一个给人家当水催在这儿。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把我拉开！你自己没手啊！我可不刀呀！就对我狠，自己要喂奶，你穿什么这样的衣服啊你？这件衣服，你生孩子之前你就嫌小，你现在这非得要去。好，你没有啊！好了，你不要。哎呀，那这个拉链好像给我弄坏的了。你真的是，这生孩子生傻掉了你！这衣服贵不贵啊？啊？是什么牌子啊？我看，贵不贵啊？这件衣服啊，啊！哎呦，哎呀，这我是有些工作上的事情，要跟焦蕊对一下。我知道，给他点时间吧。嗯，我等他。上次不好意思啊，说话不太过我脑子。没什么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，如果别人家的事你了解的不是很清楚，最好还是不要随便给意见。我现在是陈娇蕊的领导，关心她是很正常的。娇蕊不是在休产假吗？公司的事情，不是应该回公司再说吗？休产假就需要24小时的守着孩子吗？这是在绑架一个母亲。我倒觉得你应该让他喘口气。你说的对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娇蕊很好面子，争强好胜，这一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他现在工作不太顺利，团队解散了，你应该能想象到他有多失落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更撑着他吧。孩子现在对你们来说肯定是第一位的，但是重心和焦点不应该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啊。给孩子的爱只需要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就足够了，给再多的爱也是没有必要的。但是你的妻子，你需要满足的是他的心理需求。相比孩子，孩子的母亲才需要得到加倍的关心与爱护。其实你说的对啊，孩子很直接，饿了哭，尿了也哭，只要他不舒服了，他就会哭。你马上就能知道他怎么了，立刻就能去满足他。可是大人为什么哭？他永远不会告诉你。得靠你自己去猜，我到底怎么了？
我到底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不哭呢？可是最后发现，我做什么都没用。老公，老公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啊，哎，你们怎么不吃水果啊？啊，吃水果。啊，哎，老公，哎，我看你们挺忙的，我也不打扰了。哦，但是有件事情我要问问你。我相信你也听丽丽说了，你们之前的项目现在由我在负责。EDS 集团那个项目。哦，那个，丽丽说图纸在你这儿，你方便帮我找一下吗？那个项目只差这份图纸就 OK 了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卧室里面乱得要命。你说的那个什么谁的图纸，我有印象，但是我真忘了放在哪儿了。屋里都是宝宝的东西，我不确定一时半会儿能不能给你找到。你着急吗？嗯，没关系的，不用找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。宝宝醒了，要不要跟宝宝玩一会儿再走啊？不用了，我没有宝宝缘。真的抱歉啊，没能帮上你什么忙。没关系的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公司见。慢走啊，拜拜。为什么不给萧炎啊？姑姑跟你说这些嘛，你也不会懂的。你没有当过妈，你还是个小姑娘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？妈，你睡了吗？没事儿啊，就睡不着。你快夸我，说我优秀。你快，我还有什么优点？